抓这几个小贼，怎劳您亲自动手？宋文景因为南北政府撕不和，开枪！抓住他！大胆！你可知挟持皇亲是灭九族的重罪？带上五块钱，他们不敢来。 睡得正香，把老子拉起来巡街，跟你们说，肯定没好事儿。哎，锦衣卫。 老师，咱就别找麻烦了。锦衣卫办案，躲远点吧。快走吧，老师。你们先走吧，我过去看一眼。哼，看什么呀？算了，咱们走吧。走吧，走吧。好香啊！ 看到一个锦衣卫过来了没有？那不是吗？哎，巡街的，你看到一个锦衣卫跑过来了吗？呵，太臭了！不是你，不是你，啊？哎，哪里臭了？哎，站住！你一个道士，不在道观里清修，这三更半夜的跑到这烟花柳巷之地干什么呀？说。
回官差大人的话，听到云游四方，靠相面之术混口饭吃。好啊，那就给本大爷我相相面呗。听到关这位官差大人，印堂发黑，中有直纹，肌肤松弛，面有菜色，想来是有点失眠多梦，神经衰弱，疑神疑鬼，个性偏激，逢赌必输，出行不利，运气不顺，五体不勤，积食难消，可能还偶尔伴随头晕恶心，浑身乏力。你最近是不是食欲不振，还爱吃酸食？嘿，你这臭道士，皮痒了是吧？敢戏弄老子！啊，小女子生活不易，不想冲撞了官差大人。啊！哎呦，女扮男装，夜逛烟花巷，姑娘好雅兴啊！啊，小心！千面狐花道长，赏金一千两。老子我今天走运，要发大财了。哦，原来你早就知道了。脸可以变，身上的味道可变不了。香。三脚猫的功夫也想跟道爷斗。千面狐善用迷药，我又怎会不防呢？哎，传闻千面狐是个绝色女子。来来来，抬头让大爷看看你美不美呀。你看看我美不美呀。哎，糟了。花道爷还能治不了你吗？你的伤不要紧吧？一点小伤，不碍事。多谢公主殿下。不用谢，你救了我，我才帮你的。这个给你，应该能换些钱。你就不用再当贼了。难道公主殿下就不怕我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江洋大盗吗？你若真是那样的人，又怎会不顾危险来救我？不过呢，你说过要带我去个好玩的地方，可不能食言哦。殿下可有想去的地方？有啊有啊，每年的这个时节，我们都会在宫里放很多莲花灯，我想知道那些灯顺着水流都飘去了哪里。和宫中水道相连的河流。好，我带你去。好，太好了。站住，干什么呢？武城兵马司巡城校尉奉命出城补道，看什么？明火僧，已无处可逃，交出天书吧。金丹佛，天书就在这里。为了他，你们锦衣卫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是吧？你说什么？当年会禅大师在世，你们为了得到他手中的火药秘术，不惜犯下滔天罪行，上百条人命在你们眼中便如同草芥。你说的是陈家村案？众生渡尽，方正菩提，地狱未空，誓不成佛。只可惜人间与地狱根本就没有区别。锦衣卫的阴爪们
见识一下真正的地狱明火吧！爹，你去哪儿啊？爹，爹，爹，啊！啊！啊！迷火僧，什么？道圣的毒诀果然只是一个借口。这样看来，明火僧此举的目的不只是天书那么简单。火光飞急，乱响一声，是时候了。这贼秃驴疯了吗？指挥使，停，躲开！望日后能做一个光明磊落之人，这一刀罚你不学无术，不知进取。捡起你的刀。怎敢挟持公主？不过是想请公主殿下一同出宫游玩罢了。一缕过往，晨曦惊扰了陌生心丧。风卷起，听见落花穿过回廊，梦落追逐这情。你剑上有伤，交给我。让我素衣半裳。千面无花道长，赏金一千两。坠入尘网，几尺青在这朱颜摇晃。所有喧嚣沉默。当年你母亲在世之时，只有一个心愿，就是望你日后能做一个光明磊落之人。
着行雨流浪，回忆的远方。大家好，我是少年锦衣卫的总导演陈博言。我们的少年锦衣卫已经播出第四集了，在这里感谢各位锦鲤的支持，我把我最喜欢的一首原创古风歌曲《锦鲤抄》作为这次第四集的片尾曲送给大家，同时也很感谢这首歌的原创歌手银林对于我们的支持。目前我们的少年锦衣卫刚刚播出第四集，这个故事只是我们的一个开端，后面将有更多更精彩的故事呈现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少年锦衣卫。在剧情上呢，我只是了解我所看到的一部分，啊，后续的剧情其实我也是蛮有兴趣的，非常期待到底故事线会向哪个方向发展。现在，我已知的一些东西呢，我也不能随便剧透。电影演员，他们也对于未来的剧情的走向，对各自人物的命运充满了期待，希望说在后面的这个创作当中吧。火眼硬化能够一如既往，千万不要辜负我们包括配音团队和所有观众的期待，还是让这个画面继续精美下去，甚至于要让它更加的完美下去。喜欢少年锦衣卫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少年锦衣卫的音乐导演魏小涵，希望大家喜欢少年锦衣卫的影片，喜欢我们 The One Studio 为少年锦衣卫打造的音乐。剧情正式展开，精彩好戏已经开始，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少年锦衣卫，每周四不见不散。报仇！报仇！不可能！不可能！来帮个忙！叫他不要自欺欺人。他做出什么我都信，我就是不相信，任务没完成，他会死。石校尉，失敬失敬，大恩不言谢。少啰嗦，我们是锦衣卫，锦衣卫就能随便抓人了吗？啊，我是巡城校尉石瑶山。哟，啊！欢迎关注少年锦衣卫官方微博、微信公众号和百度贴吧。